你不想替你爹翻案吗？你不想知道你爹因何而死，又因何杀死这300口家吗？为何？虽然救龙臂救了陛下一命，但也只是延缓了病情。若不能解咒，陛下恐怕熬不过12个时辰。犯人员有我在，我要血你都得给。在下原本警察，你的一犯一命自然，不要怕。 你若破不了案，自少卿以下大理寺各部通通人头落地。魔术，幻术，雕虫小技，务必要在他集齐龙头之前将其铲除。 这一次，我一定让你知道，我裴少卿另有余。